开始有点失望了。记得我点的小船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登岛迈出第一步。我要加油，没问题。放出去。哦，这个脚不敢抬起来。哎，不行啊！男人不可以说不行。这样我主要我能不能回去点？我先让腿适应一下。我现在主要是不敢抬这个腿。别急，别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，坐回来，坐。好了没有 ？OK。你回来别用劲。海涛可以，加油！穿个救生衣，当他跳下去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拉住他。你要脖子勒就调整一下。就是一点点麻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还没问题的，这就没问题的。但是他可能到了中间之后，他的体力会消耗尽。一路跟随着他，一路跟着他。加油！加油！你点了船来了！加油！对对对，就这么一点一点往前走就好。三分之一的，一、二，漂亮！三、四。没事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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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着急，慢点，慢点，主要是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上去平衡特别难找我，克服了恐惧就好了。朱海涛，五下，拉五下，歇一会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好。这啥时候才能到头？已经一半了。等绳子稳定啊，等绳子稳定，最近也歇会儿。对对对。抽大哥，可以抽，快成功来了，真是真的一半了。海涛，说实话，他比我们更付出更多，对、啊、对对，因为他体力重，对。三、四、五，哎呀，漂亮，漂亮啊，干得漂亮。哎呦，这个汗，你看，杜海涛这汗。哎，对不起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。我真的太恨我自己胖了。你已经很胖了。你是我见过，我当兵那年见过最牛的兵，真的。当沉睡的勇士已经苏醒。别再等，远方黎明呼唤启程，别再等，
我的心无你的我，我们渴望的光荣是几岁一天。岸上等他。我差不多了。想下水啊？阿涛，你觉得你能过来吗？你觉得你能过来吗？但是你很牛，阿涛，真的，你已经非常……我能坚持到头，坚持，如果坚持不到头的话，这块快到了，真的，再撑一口。快到了，我手掉了一块肉，好痛啊！行不行？海涛，快到了，真的不要放弃，真的加油！一下就到了，你觉得呢？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杜海涛，证明给所有瞧不起你的人看看。证明给所有瞧不起你的人看看。想哭是吗？杜海涛想哭啊，人的权利。哎，这会不能哭了。海涛，你太牛了，你真的。啊！海涛做了一件让我们所有人
心生敬意的事情。我们虽然一直在语言激励他，你一定能过去，但是我们心里没有人真的觉得他能过去，特别是我们爬过的人，太难了。这个真的是你们无法想象他能完成的一个任务。我觉得海涛这一战太强了，就是要封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这已经打破了记录了，真的，我感觉是一个奇迹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不是杜海涛。四战过去了，我终于完成了一个大家都完成的东西，而且是最难的，太不容易。太棒了，海涛，你太棒了，真的做到了，你比我们都厉害。这么久过去了，就是看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就是说睡帐篷就睡帐篷，说野外吃饭就吃饭，太不容易了。我看你们都是动图，现在不是静止的。我看小东哥就是看他在爬树。我看王豪就是看，就是看他新兵营来那天看见我们的时候，练都练傻了。我看袁弘，我就反正经常缠着他，我说科学家这事怎么办？我看浩然就是，哎呀，就是真的年轻，就是。纯纯洁洁白白净净的一张纸，然后画出这么雄伟的图画。我看大哥，我刚才就害怕在上面，这个太吓人了。我看见大哥我就不害怕了。就是会觉得改变了很多，这个改变不光在这段时候，对之后的很多时候都不是。